在台南，若是讲到食沙茶火锅，这间小豪粥无人唔知影。啊，伊本来是伫巷仔内，即马开个一间是分店。啊，因为今仔有一位艺术家的生日，所以阮大家就拢来啊。是恁呢？长尾巴吼，啊。无啦，购物啦，无三级啦。哎，啊，这间，哎，这间是台南著名的老店嘛，小豪粥。台南市有三间分店。啊。伊行啊，已经拢停过啦，嘿，很多已经退啊。啊，你老台南。啊！你蛮介绍这间是安怎好食，再让有心人客来嘞。汤头，汤头在。啊？汤头好。汤头好。是。边鱼唔济嘛？啊？边鱼唔济。啊，今有。边鱼济。啊？边鱼也济。边鱼济。边鱼济。边鱼济，较大只。两鱼，边鱼济较大只。那边鱼哦，大只上三百单较大只。哎呦。我听伊讲。一定拢更十几只。本来无半阵来，看到我看。阿叔讲有鱼啊，阿叔讲多只鱼啊。我讲我只龙虾落去，我只龙虾落去啊，龙虾里底。我只龙虾啊，龙虾包。要控较有鱼啊，所以汤好加也好食。哦，龙虾。我这内底有五只，迄个龙虾。龙虾要控汤的啦。龙虾要控汤的啦。啊，看下鱼翅的，鱼翅有啥来无？鱼翅。鱼翅的价钿我无用啦。无用哦。哎，鱼翅的价。啊，唔受人参果。人参果。我即摆只年纪未当食个物件。这所在上界有名的就是这笔沙茶。喂，沙茶酱哦。两个沙茶我们都自己做的。自己做的、哦。对。它、啊、能保存多久啊？保存。看一下哈，应该是半年。哦，我看你搞着像袂歹安尼，可能来买一罐啦。可以供你煮。啊，咱这位苏小姐，陈太太，好客气，就对啊啦。咱是澳洲，我会记你开足久啊嘛。我记你做了53单啊。53单啊，啊，咱的人客一定足在啊嘛吼。对啦，我这人客拢大家吃好。啊，就是。人客比亲吃较好。这是拄啊搬过来尔嘛。我搬过来还未一个月，还未一个月哦。我也嘛有在做呢。原来遐行啊，底拢都有在做啦。拢在做，我即嘛做都侪，搁在做。啊，是啊，算一间。啊，我就是分店啊。无，我即个看起来就继续迄落，继续干净啦吼，安尼吼。啊是讲咱的沙底拢家己做的嘛？我家己做。啊，就是广东人会做法。我拢算好啦。哦，你拢算好啦。嗯。第二代吧。我只有第二代，啊，第三代还袂出来。我若是要去算代算袂了，反正我刷头，我三叔公拢在做沙地。三叔公就可以做。啊，我这工作拢在做沙地啊。我安尼啊。这袂使讲几代啊，台湾是第二代，啊，若是刷头吼，哦，要几代唔知啊。唔知影啊。所以我扛包拢无爱起来，你看，要几代？算袂出。啊，这是沙地是多少刷头人开要做？嘿，对，因这因工作留下来。因工作是恁翁迄边还是？我翁迄边工作留下来。哦。嗯、啊，我是伊过身，伊教我做。哦，安尼啊。啊，所以即马拢伫咧掌管就对个啦。拢我咧做嘿。我看你阁有离合呢。有啊。嗯。有啊。沙地袂足济啊，做袂离个。我这沙地。我后礼拜要做，哦，做几啊栋？后礼拜。后礼拜做几啊栋？拜五做几啊栋？啊，这是企业经营来哦。啊对，就是安尼尔。哦，好，谢谢哦，啊，你真好食呢。啊，我咧特色，我咧特色。对啊。你叫饭嘛，做我食。啊，对啊，叫饭做我食。好食，啊你啊，他食遐卖，食遐卖遐卖，做我食。各用一挂遐卖安尼吼。我做甲做甲做遐，做遐面人嘛。小遐面人。啊，我做啊，同一时人同来食。哦。啊，你若食啊，你食方便就安尼食，啊你若去哪食有餐啊，我拢会经过，会得了。啊，要一挂虾米安尼啦，莫收虾米安尼就对啊。哎呦，比你咧，啊你若面沙沙咧吼，
啊，你用个长杆粗甲照钓，安就好，安就做得出来。哦，安尼哦。你讲沙底甲南类啊？啊，就你面杀个，啊，你甲捏起来。捏起来。啊，你用个长杆粗，哎，安就好啊。哦，我用一挂长沙猪安尼，啊拉面来食，安尼就。做个只炒菜叫做个只。哦，安尼啊。比拉面上好食。好好好，即饭啊。哎，阿怎啊？阿就叫我，就直接淋在上面。哦，淋在上面。对。啊，拌着吃就对了。对，拌着吃哈，加点酱油就很香。来啊，秘鲁吼，秘鲁要甜哦，用较甜的，用较甜的，嘿，卖粗粗，啊，最主要甜，咱是边啊顶面没有一个贵，哎，哦，只有气泡用煮的，哎，嗯，另外所以等下有泡沫啦，哈，哎，所以人一般都有泡沫性嘛，啊，重点，等下用水淋，啊，等下用水淋，用水淋，用水淋，干杯，对啊，别当用平安淋，干杯个方啊，哎，啊，你秘鲁吼，秘鲁加根，所以管啊小啊用深的。啊，马上我一摆来六罐嘞，即摆饮了饮三罐，搁退三罐，搁退等于冰嘞，加出来搁退冰，搁退迄个拢好来。啊，你啊，伊山饭店吼，量好，你买一罐就该开一罐，你买两罐就该开两罐。所以不准搁你退。哎，就无我也好你退对吧？哟，哎，一罐一罐来啦。谢你妈咪啦。嗯，谢谢你妈。谢你妈。哦，好啦。别个空了，来，生日快乐！咱今物是买一罐搁一罐。来来来，好。小妹啊。来来，听讲你几当前三十八岁啦，我安尼你今年嘛。好，安尼我酒足饭饱，阿伯来去人家唱卡拉 OK 了，多谢收看，拜拜。